Hello，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尝尝李子柒家的酸辣粉怎么样？打开之后有一小包的粉丝，一袋醋，一个酱包，然后一个汤包。配菜方面就是一个豌豆包，一个菜包和一个豆芽。这一小包粉丝感觉上，如果你是能吃的话，就肯定不够吃了。自己在家做的话，一定要再加一点粉丝哟。我们再看看它的制作方法，如果是在学校或公司，就可以用热水把粉丝先泡熟，把水倒掉，把所有的配料和所有的酱包放进碗中，再用一些些的热水冲开就可以了。在家做的话，就先把粉丝煮熟，咕咚咕咚咕咚就可以了。然后把水留在锅中，把粉丝放进碗里，再把所有的酱包和配菜都放入碗中。然后再放入少许锅里煮开的热水，最后放入醋包。这碗卖相不错的酸辣粉终于做好了，搅拌一下，让我们来尝尝吧。那我尝了这个酸辣粉之后，它给我一种合格的感觉，就是有一些酸，有一些辣，但是并没有很辣，所以不爱吃辣的小伙伴们就可以尝试。如果很爱吃辣的话，可以自己再加一些辣椒。那我推不推荐购买呢？我觉得作为一顿在家不想做饭的时候快速的去做这一碗酸辣粉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很喜欢吃酸辣粉的话，那对它的味道不用那么的期待，就可买可不买吧。它还有一种做法是可以快速的在碗里泡，然后用热水冲，所以平时上班中午的话，如果忘记带饭了，也可以带一包这个在办公室里冲一下，也是比较方便的。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啦，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麻烦不要忘记点个赞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